纽约台北文化中心与比利时卢卡艺术音乐学院、新亚室内乐协会共同举办的2019台湾音乐之友音乐会，将在10月26号周六晚上8点在曼哈顿蒂曼纳古典中心的 Mary Flagler Carey 音乐厅举办。我们并不是只有在创新或者是说推广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，而是我们也会去重新发掘欧洲的音乐文化，还有带新的美国音乐元素。而演出曲目将由2位来自台湾的音乐家编曲，融合东西方音乐特色，透过演出呈现台湾的音乐内涵和跨国界的音乐创作。我的整场音乐会都是我自己的曲子，自己写的曲子。我觉得写曲子很有趣，可以把自己的 idea 放到音乐里面分享给大家。在演出进行前的下午5点半，音乐家将在音乐厅内举办曲目解说与分享，而票价详情可到网站查询。新唐人记者柯妮婷、韩瑞，纽约报道。